据相关媒体报道，近日有爆料人称柯震东因嫖娼再次被抓，还透露相关细节称柯震东参演的电影片方为此事很着急，并且已经将此事公关处理。对此，柯震东经纪公司予以否认，发声明称，公司对于诽谤、污蔑艺人声誉的相关言论特此提出严正声明，对于任何不当传播、转载、留言、诋毁等行为均依法处理，并保留法律追诉权。